喝点热水，睡莲池吗？这场是马老师对阵 Babs， 应该是 Winner's Final 了，所以说 BO5 也是北京这边的一个经常的经典的一个对决了，已经经典的北京前四对局吧。对，比赛开始，马老师的林哥对阵 Babs 的 Farco 经典对局。马老师是利用林克的控恩啊什么的帧数优势在疯狂压制 Babs。一个是帧数优势，还有一个是攻击距离的判定。哦，漂亮的那个，漂亮的瘦身。看这个手边，林克的攻击都是有一个脱节的，啊，是的，他是武器判定。哦，漂亮的空前，不到了，知道你会跳，因为刚刚你跳过一次了。其实是读到了他的横臂，因为他知道他先跳横臂，他知道的。他们闪身的话还是有机会抓边。是，但是他没想到，他没想到，因为马老师就通过一轮就直接就锁定了。哇，第二次读到了，但是能回来。哇，这个滚读的太准了，这个下 smash 读的完美的呢。马老师现在在心理上完全是一个统治地位。对，哇，这个攻击起身。哦，漂亮。哦，你马老师以为他往后翻滚，所以做了一个跳，想应该是跳空 A， 然后结果没想到是那什么。看这个手边，哦，差一点，哦，漂亮的，是当 Q 吧？这个应该是，还是当 Smash？ 应该是当 Q Smash。哦，当 Smash。哦，炸弹连差一点。啊，要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打到。哦，他以为 Bams 会跳，结果 Bams 没有。哦 ，Bams 记得很清楚，说马老师这个炸弹是在这儿。啊！哎呦！啊！我估计他可能是这样，他在那横臂的时候就想做上臂，然后就摁错了，然后发现横臂的时候在摁上臂，因为那个距离的话，火狐可能能回来，但是他没有跳了。对。不是他有跳，我记得，但是没有没注意。他横臂完了之后就直接上臂了。如果他横臂有跳的话，哦，他可以再跳一下。他那个横臂我觉得是摁错了，应该是想做上臂，然后不小心，然后他一看那个位置，因为他上臂的话会一直在那儿蓄一下。马老师很有可能一个炸弹或一个跳下来一个空后他就死了。但是他做横臂没有任何意义啊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做错了。好，第二场比赛开始。好，选择了飞船，爸爸选择飞船。这个图有三个平台，可能对于他的连招来说好放一点。是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战场更好一点，因为最高点的话，你抢那个板子，板子，哦，哇，马老师，马老师，马老师现在是 evil man， 现在状态就是 evil man， 哇，这个雨是一个认真状态，是 evil man。这个手边，不了。哦，往前，哇，狙击手马老师是吧？
栅栏在那边。哦，如果不是栅栏，哇，漂亮的反向横臂。如果不是栅栏那边的话，刚刚马老师可能会用炸弹来处理这个回杀，但是没有。哦，不会死。哦、哈哈啊，不应该的 bump， 因为这个是空前吧？那个空前不安全，最后一下能被惩罚，不应该的 bump。主要是林克这个上臂出盾太快了，只有七帧，对，一般的空招很难。但是实际上他应该他跟马尔打很多次，他应该注意点的。哦，漂亮的，就是当 Q 还 smash 下 smash。哎，怎么放弃了这首歌？因为跟马老师有关系。这个是长，这个是换个话题。一会儿咱打完再聊。回不来了啊！马老师想读一个房。是。哦，这计算题真的，如果是马老师故意计算，只能说太完美了，正好这个炸弹掉下来，用这个，哇、哦，漂亮的。这个炸弹是为什么挂在上面了？不知道，一会儿等马老师的解释一下。地心引力。牛顿哭了。啊！哦，漂亮的上臂出盾。马老师这个上臂总是留到最后击杀的时候，对，才会去用。对，因为这样你不会防。如果你一开始就上臂出盾什么的，可能他高百米的时候会想，哦，你可能上臂出盾我。这就是马老师教的，就是。有些动作你就故意不去做，就是能惩罚但不惩罚，对，但不击杀的对，这其他都用，对对，这就是马老师。看看这把 Baps 会写什么图啊？还是飞船？这个音乐玩过入龙玩家都太熟了，真的。我白金时候不知道打了这个音乐无数遍。好，第三场比赛开始。有马、地图是哪张图啊？没注意。飞船哦，依然是飞船哦，百分之四，因为那张图像复仇，毕竟也是这个火狐游戏里的主场，对。哦，我觉得我以为马老师会只会用一段的那个 smash， 因为他才百分比才四十嘛，不会击杀，所以我觉得马老师一般。哇，马老师这场打得好激进啊，感觉好几个空过去。马老师觉得这把可以打得稍微哦，对，稍微那个激进一点，因为它是二比零大优势。哇，漂亮！这个炸弹呀！因为刚刚那个位置其实马老师特别优势，而且对面不是击杀线，他可以轮过去。哦，漂亮！哦，差一点炸 block 了。哈哈，马老师说你来，对，这比 smash 好多呀，可能是因为是二比零优势，所以他就打得稍微放松一点。上臂，我马老师还动了一个反向上臂，对，就是你要出来那什么，我就，但是不会死 ，Babs 不会死，其实可以出 ，Babs 可以考虑出来，因为不会死。哎呀！哦，漂亮的那个戳边！现在 Babs 很想进攻呀，被马老师抓到好几次了。对，主要是他没想到这局节奏被马老师改变这局的节奏，就是他自己因为一些操作改变节奏。因为马老师这局是不停的进攻，他马老师基本都没有用那个回旋镖。对，就是用炸弹。对。哦，拜拜。嗯，哦，我错了，应该是错了。马老师想上臂疏动一下筋，没毛病。哦，
克这个空间太杀戮力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这个地方能把鹰给杀了，但是鹰本身也是偏轻，是92吧，93，可能 DI 也有点问题，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不是 DI 问题，应该就是太重了，漂亮。因为他知道那个 Buff 现在特别想进攻塔，所以说他就敢打这个。鹰的进攻手段相对来说只有进来抓你或者是空前这种。对，就这种东西。因为他想连招，因为连招的话是都是这些骑手，所以说确实。你没法这类角色，毕竟你肯定想一套，我这边打飞或者打。哦。哦。最后是一空恩吧？不是，就是前踢，直接打死。哦。因为林克的前踢还是特别厉害，伤害就是林克的击杀其实特别猛。